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我不是来找阿母，我是来找你。你爸爸跟妈妈应该有甲我讲的话，甲你讲啊吼。 那呢？你搁来创啥物？你搁要来搁讲啥物？我还搁有足侪话，拢还袂讲。头一句就是，咱的婚礼袂取消，会照常进行。那是你家己的意思，我无同意。取消婚约嘛是你一个人的意思，我嘛无同意。我嘛爱娶你啦！我绝对要嫁你。 我拜托你，你头壳较清醒好无？我真清醒，我比任何时阵拢搁较清醒。我即马，你当随甲你来登记结婚。你唔惊？你唔惊我看你袂起？你唔惊我伤害你？俊平，你根本唔是一个伤害别人的人。 假使我若真正伤害你，你绝对不是超工，我袂放你心肝头。你逼我无路用，你逼我无路用啦！俊平，你最好相信我的决心，我会逼你，我会来领导逼你跟我结婚。 你看，我把咱结婚听，我拢听破，我无想要结婚，你知无？你知无？既然你甲听破，为啥唔等着？搁甲囥咧内底囥到好势好势。 你是不是还可爱我？我只是啦，绝对要做你的事。我可能无爱你，我是用我的生命在爱你。 你是在问我，那怎么地？确定有你的电话。好了，有什么话你紧讲，我的会要准时上到位，无什么时间啊。就算我给你斗三，你家即马工课是了。林俊明，你管得真过多呀？我做啥物头路，甲你有啥物地带？文斌，你太过遐自大，我做过大公司总经理，你即马做司机，替人送货。 真正是浪费，你是家己无尊重你家己。我甲伊做司机，我甲伊搬货，安尼会用的无？干嘛呢？你是嘛安尼做？是你厝下你家己，糟蹋你家己，你真正是自暴自弃。你。
就算你讲的拢对，这嘛是我家己的代志。唔对，迄绝对唔是你家己的代志。文斌，你顶下徛起，你请阿紧。我唔是三岁囡仔，无需要你来教。你即马安尼做，拢是你折磨你家己，让你的良心较好过。文斌啊，你哪敢来想到你家己？你敢有想过阿爸阿妈？你敢有想过刘玉？我怎么是？我即马的处境，都亲像一只野马仔狗，别人卖笑我就好啊，我阁会当做啥？无人伫笑你啦。无唔对，你即马失败，也毋过你无失去你的能力，你的才华。伊拢是过去的代志，拢已经过去啊。你要重新站起，文斌啊，你一定要重新站起。我有站起，无甲你有啥物敌对？你凭啥物逼我？因为你有这证明，而且我更要甲证明告你。你有啥物？你安怎？有要紧无？我无代志。照顾刘月英，我惊。恁拢要结婚了，过来跟我讲这。我已经取消婚约。取消？是安怎嘞？你要问阿姐，惠弟你也答应我，要照顾刘月英，我惊，莫让伊受到伤害。你这么讲的话，我实在想拢无。你一句话，你要答应唔答应？这不是我要答应唔答应的问题。如若伊是安怎想的，你要问哈济，惠弟，你爱答应唔答应？你拢爱答应？我袂当答应你。你看阿姐嘛，这么凄惨落去，我连明仔载伫个倒位拢唔知影。我是要哪答应你？我是要哪负责？所以我都叫你，啊，紧站起来啊！站起来！你讲你这么简单，我跟你变到这么地步，换做是你，你连爬都爬不起来。你俩站起来，若无旅游，因我囝无人照顾，我是死也不愿去。好啊，你七少年、八少年，讲什么死的问题？我跟你讲，旅游对我已经死心了。会当回去幸福的，都交你一个。你讲伊无唔对，就要跟我，要跟你幸福。也唔过我无时间啊。准备，我唔知你今日是对的，你唔对。也唔过我提醒你，这世人我已经辜负如玉啊。也唔过你袂用，这世人你要对伊负责。我若是会当负责。我就袂来救你啊！你先哪袂当负责嘞？你无予人陷害，你无凄惨落魄，先哪要来救我嘞？我坦白跟你讲，救我嘛无路用啊！我无想要害任何人对我做伙吃苦，你就当作世界上无我这人啦！我特别死啊！我唔敢为我囝无人照顾。你讲什么？再讲一摆。无啥啦。惠弟以后旅游就交予你啊！文斌，我其实想过，俊明为着如玉，总是处处跟我作对，唔肯让步，是安怎？今日要将如玉让给我，是安怎？您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原底是两个冤家啊，所以讲。俊明在击开，叫我照顾如玉。
我已经不是较早的江文斌了，我现在是司机，就算跟人斗半回，我哪有什么材料照顾人？做司机哦，阿边，我伫上班的所在唔清楚，这是日子。这个囡仔，不管你创啥，住伫迄度，都无要让阮知影。唔知影心肝内还佫有阮这两个老的伫的无？阿妈，你唔通怪文斌啊，伊即马安尼做，拢是伫折磨伊家己呢。你若无去甲扛起来，伊一世人哦，拢无希望啊！你奶奶家，啊！你来变哪里啊？我这么是司机，甲人斗搬回，本来就应该安尼。文斌啊，你是安怎哪会变安尼？家己折磨家己啦！凭你的能力，嘛未落魄到这个地步。你过去嘛就有才调的，嘛是替人扫涂骹。你会当替人扫涂骹，是安怎我袂当做司机？我有领工钱啦，本来是要寄予恁，拄好恁来啊，提起来。你条最近来要创啥？我唔是要来找你提钱，我是要来找阮的后生。恁的后生无路用，一世人拢无出头，恁就当作无我这个后生。莫变啊！你妈安尼无男无女无幺无囡咯？你已经是做人老爸的人啊嘞！你若是看到你的囝安尼，家己咧折磨家己，你有啥物感觉？你嘛安尼将心比心，替阮两个老的小想看卖嘞。老口卖牛肉面啦，恁爸都枵吼，来，我请你来吃。不免啦，你即摆请阮吃山珍海味，阮也吃袂落。既然你无想要食，那咧我腹肚枵啊，我要食饭啊。
这不好，我跟你爸爸，安尼过去的代志，当然无记心。 我真满意，即摆的环境。文斌，这毋是你自心肝内讲出来的真心话。你才甲去悔恨啊，更悔，更出更入，倒来再来带这个老阿伯走。热天热到要死，寒天寒到要死，你搁讲你真满意？无毋对，我真满意。过去。 我总是想要一届就成功，叫伊家己晚年了不起。等我跋落来，我才知影，我敢有资格住这，做这款工课。文斌，你唔通袂记，妈妈是安怎甲你请养大汉，互你读到大学毕业，知哪知影你这尔无志气，我根本都免遐成功。 死的我都甲你送去做师啊！文斌啊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啊，若无你真正是真对不起恁老母，你知？振作起来，你讲有遮尔简单？那你当初是恁内无振作起来？我唔是无想要振作，是我甲郑云时阵已经伤慢啊啦，人老啊，身体也袂堪你啊。 除了去做工友以外，无别的选择啦。文斌，你都爱看恁老爸所受到的教训，千万唔通行甲伊同款的路。我本来就无想要行伊的路，也唔过，都是我都顺我意。到落尾，我同款是放煞某囝，同款事业失败，同款到即马什么都无。 你跟我无同款，你还阁少年呢，你也要选择上适合你的路啦。我袂阁选择啊，即卖生活，我上该满意，无需要恁来操烦啊。自细汉，妈都就唔敢甲你拍，也唔过即卖我分袂当甲你拍醒。文斌。 我甲恁老母安尼有嘴讲到无烂，讲到喙渣，你还阁袂甘心？啊！你的人生还阁孤孤单单的，你为何安尼来放弃你的前途？你莫阁逼我，拜托你莫阁逼我，好不好？什么奋斗，什么重新站起，什么重新振作，我拢莫做了。我即马放弃我家己，我家己放弃我家己，安尼会用无？方便，方便。哎呀，我弟啊！ 我弟，你看你啦！我弟，是咩人咯？我弟啊！我弟啊！佳仔，阿娇，佳仔，我弟啊，阿娇，今仔日的菜是无合恁的口味，上，我们今仔拢无点动啊，无啦。 兄弟，歹势，我心肝头敢若一块石头块，我有影无胃口。
文斌哦，安尼家己咧苦，家己啊，人家苦，我也唔听，我心肝内实在是真艰苦。文斌到底是，都该偌久才当会有信心？伊，你慢慢啊恢复信心。伊唔过我甲汉强遮济遐，国车也无偌久。 什么时阵会爬落蚊子？文斌也是，一直也得袂振作起来，我就是死落去阴间地府，我这个心肝也是放袂落。哎呦，我哩汉强，文斌都咧失志啊！你讲一寡失志的话，安尼对有啥帮助啦？无失志是会当安怎？ 我那了，有时感觉无难，一半句啊听袂入去。我看，只嘛只有一人讲的话，文斌听会入去。文斌，伊感觉伊家己的罪恶伤重，卡说明官会当先原谅伊，甲安慰，甲鼓励，有得卡会当减轻文斌的心理负担。对啊，我来袂记面官。 文斌发生代志，我拢未有打电话甲讲呢。安尼，就赶紧打电话去予文官，叫伊吼打电话转来，甲文斌开破一下啦。我来打一个电话吼。免打电话啊！志雄，施主叫伊先提起文官呢，伊都无要紧啊。误会啦，我是感觉讲吼，打电话讲袂清楚啊。 要是恁两个亲身去美国走一撮，将所有的代志讲予民官了解，叫伊转来，甲文斌鼓励，安尼有较有效。去美国，那有遮简单？啊，我明仔载哦来替恁办签证，我有一个朋友咧开旅行社，我拜托伊替恁买机票。啊，若是安尼哦，恁就紧去啊。 不知要讲啥才好，我文斌安尼对不起你，你看安尼甲斗相共，我嘛对不起民官，我希望有机会当相处。讲来讲去，都是文斌造孽啊！喂，你搁咧困哦？无啦，哪有？ 哥吼，你时间无小算者，美国即马吼是日时，啊台湾即马是三更半暝呢。是安怎啦？你心情敢若无介好哦？哪有啦？你是过敏感啦？那安尼，你着爱赶紧开运动啦，也若无吼，你会变大块哦。你是爱管伤济呢？我毋是甲你讲，无代志莫随便敲电话来。你敢知影你敲这通电话爱开偌济钱？ 哎，你哪会遐凶啦？你袂想我，我会想你呢。你拢无敲电话来呼我。莫生奈啦，好啦，若无代志，我要挂电话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到这位，要若无，我实在足孤单。 叫我来什么代志？阮爸爸出国去开会，你的代志交代我处理啊。我的代志？啊，是啊。跟我来。你以前真是最近来毛阿贵班泡面吼，所以我才打电话。我本来是想哦，先甲伊巴肚内恁阿买落来，以后要使用嘛较简单。 我即摆代志已经办成，我看应该唔免。我有影。
当时要洗。大概一礼拜左右。你赶快安排，等你阿洗落来，咱阿一万元收用，你放心，所有的费用我赶快来出。是的。喂，阿是，我是。什么？你找到啊？哦，好，我知影，我知影。静伟，那你有代志要拜托你，我先来走。高文斌，真是我打败，把我毁掉啊！高家大事，为了一个人，我到底得到什么呢？刚过看到，辛苦你，连一个讲真心话的人都无，你敢免讲，有一个温暖的家庭，高文斌，高文斌。你想到是我外甥人的后生，拜托你较尊重伊，把你的手放开。那冤仇拢已结束啊，敢毋是？我甲你本来就无冤，更加无仇，这一切拢是你害我的。那安尼，我为为谁害我？我嘛无想要安尼啊。我无想要知影你的想法。总讲一句，你达成你的目的啦。你看到我今日变甲安尼，你即摆应该欢喜啊吼。真实，我并无快乐，尤其是你离开了，我更加无快乐。你阁想要安怎？食我的肉，啉我的血是无？拢毋是啦，我嘛毋知影，我到底想要安怎？啊，毋过我看到你安尼，我心肝内有艰苦，你知无？你艰苦，是因为我阁活得真好；你艰苦，是因为我的手无残废。
知影，我怎会讲啥？你都无辜，你相信我。阿哥，讲真实，你离开了，我感觉我所有的生活拢变啊。妹妹，无得讲，我是真是爱着你。听到你对我讲爱这个字，实在是真恐怖。敢讲，我现在就没有爱心。卡出星光来真正有爱，绝对不可能像你安尼这样落毒。你，咱个过去的代志都放下袂记，从今开始好不好？新的人留落来，我决定要伫伊巴肚内养啊。袂用的，阿母交代，这药啊爱摊少吃。来，今天就啉。拜托你，你莫再来啊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你莫再赶我，好不好？你安尼做，我足为难的。咱已无任何关系啊。俊平。不管你想啥，我绝对袂放弃。好，你唔走，你唔走我走。俊平，喂，陈美华，你出来要创啥？好。你讲在倒位，我随到。你要去倒？进来，美华。
你别去，我无咧惊伊啊，哪会袂去？伊对你无安好心啊，你去我袂放心。你唔是讲咱两个无关系啊，哪有啥物袂放心？ 我想到要约你出，放轻松的，咱两个也不是冤仇人，咱嘛不是朋友。你讲了无唔对，咱两个不是朋友，因为我陈美华。 将来都有百有几个朋友，好佳哉，啊若无，唔知有偌济人会跟我你骗去。我知影你怨恨我，是为着文斌，唔敢若是为着文斌。 为着我，我嘛怨恨我家己啊！你敢知影？我心内有足侪话，我唔知影要对谁讲。哎呦，足奇怪！你共遐尔侪人的生活，有够凄惨落魄，你即摆应该真欢喜才对啊！我同款，我家己的生活有够凄惨落魄。 拢是你家己做得来，你想要怪谁？啊，不过其他要牵连着的人，拢是无辜的。除了面馆以外，谁会当讲家己是无辜的？你敢知影？我想到没约你出来，知？因为你跟我同款，拢做唔着代志，心内拢有亏欠。 你应该会当了解我的心理，陈美华，你唔免小看我的气，我齐如玉，就算我活一世人，嘛无看你像你遐尔恶毒，咱两个是倒位啊同款。你看袂准平，欺骗民官，真是甲你十几年的查某朋友，真是甲你当初。 上好的女朋友，你对伊的伤害有偌大，你心内应该真清楚啊。唔对，我是做唔对代志，我有罪，啊，不过无亲像你，你所有一切拢是计划好的，我甲你无共款。 就算讲咱个出发点是无共款，啊，毋过结论，共款是伤害别人啊。搁再讲，我甲你巴肚内个囡仔，拢是共有病个，这点你袂用讲无共款啊吼。我甲你同你无共款，我巴肚内底个囡仔是我家己个，将来伊个老爸。 是有准备，我想袂晓，谁人共款是迫害人的家庭，大家怎会当原谅伊？谁人袂用原谅我？